老板，能不烧个肠粉？要什么样的？可以拿给100块钱的吗？肠粉可以啊，寄给你装。寄给大神有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大客户嘛。谢谢老板。削个鸡蛋，加点肉搅拌一下，倒入锅里，再加点蔬菜，蒸一下。都可以吃吗？都可以吃。这是不常吃的啊，砂锅肠粉上海特色呀，潮汕特色。然后我们又重新改良创新了一下。这个和普通肠粉有什么区别呀？我们潮汕肠粉主要就是料多，普通肠粉就是粉多。好，这样子是吧？这个是海参是吧？对，再搞点蒜子，这种叫蒜子，再搞点花甲咯。100块钱多少量呢？这就很多的，很多。对，一大家牛肉，一家猪腰，猪粉肠，猪肝，猪心，最后来点猪血。